佢胆粗粗去开面包铺。面包开始，因为觉得感觉上面包是比较容易啲做嘅，事实就真系唔简单嘅。当年第一年咧，就直头系真系执笠咁滞啊！蜜月期过后，佢突然有种不安感。即系如果你老公有一日佢唔爱你咧，咁你点咧？蔡家慧喺马来西亚嘅故事，请留意嚟紧呢一辑《国粤语双声道》嘅恩语之声。